像。三本头外加新项链，慈济志工将月化完整呈现大爱剧场主角洪玉良造型，成为高雄静思堂读书会上亮点。而江月化本身也曾混过帮派，转做志工。我不用去担心害怕明天会怎么样，我每天很快乐的来上班，然后回到家可以陪陪小孩，陪陪家人，这才是真的我想要的一种生活。大爱剧场菜头梗滋味演员张书伟认为，慈济志工洪玉良能够放下原有名利，追求平淡生活，真的不简单。名利跟金钱跟社会地位，它并不是这么的重要。我觉得心灵上的满足，你会渐渐发现你的生活过得更简单。我那时候是真的是看破人生，但是上人讲的那句话是看开人生。他说所谓看开人生，他说人不要消极，人要积极乐观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要及时去做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什么都知足。用忏悔、原谅及布施，为自己创造全新的人生。大爱剧场菜头梗的滋味，值得观众一起品味。大爱新闻学院林叶一林高雄报道。